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水平，就是他们三位。好，来看一下谢玉芬。好，我们看谢玉芬也完成了一套很好的高低杠，虽然他的难度还没法向姚金南、黄慧丹、桑春松发起挑战，但是他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套动作。另外下法、直体、后空翻两周基本上站住了。目前排名的三位选手，姚金南是7.0，黄慧丹是6.8，桑春松是6.5，这是目前的三位选手的难度。之前出现重大失误的陈思怡，为什么难度分只有那么低呢？是因为她首先动作中断了，那么中断了以后，裁判就会来计算你在杠上完成了多少个动作，然后把每个动作相应的分值先加起来。这是目前的排名情况。我们看姚金南、罗欢，还有他们黄慧丹和他们的教练，包括刘婷婷和他的教练徐金雷在合影里面。我说了吧，谢玉芬是4.234，第五。